小飞哥，你要多吃点青菜，这两天你加班那么晚。哎，阿姨让我盯着你吃饭，不要一忙就忘掉了。田小姐这次从韩国调任到中国是打算常住吗？本来是打算常住的，这不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嘛，公司不允许夫妻共同在职，所以我准备一结婚我就离开公司。请你不要自己随便做决定。哦，其实我们只是要订婚，不要见笑啊。没事没事，那就祝福二位了。哎，多多，其实这家菜看上去还挺不错的嘛，让我想到了我们以前在新加坡常吃的那家新记。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回咱俩加班到很晚很晚，你说要去吃夜宵，哇，一路跑啊跑啊跑，结果你把鞋跟都跑掉了。对，是有这么回事。你们为什么都不吃啊？看来钱小姐和马总监历史很丰富嘛，讲给我们听听呗。我下午还要开一个会，所以得先回去了。这是离婚协议书，你在上面签个字。我今天约你来不是想谈这个。我赴你的约就是为了谈这个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依依？啊，我有什么错你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改，我什么都可以改，只要你不离开我好不好？你今天约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些车轱辘话吗？还是你约的人等一会儿到，你现在拿我来打发时间啊？这是我第一次向你求婚的地方，你忘了吧？这几天我天天来这里。你别说这样的话了，不管你软磨硬泡也好，威逼利诱也罢，我不会再动摇了。你要知道我们的感情是谁弄成今天这个地步的。我也请你清醒一点，我们真的回不去了。听我说，我们再试试啊，我们再试试啊，试试。好多事情不试试怎么会知道最后会怎么样？我不想试，我试怕了。你要试你跟别人试吧，我只是希望今后我们能过各自的生活。你的事情我真的不想再问了，而至于我离开你能不能继续活下去，你也不用太在意。至于你工作之余那点可怜的时间，你还是留给别人吧。不可能，告诉你，你在家里还没闹够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咱们坐下来好好谈，好吧？别碰我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坐下来好好的。
协议收回去。我不想再见到任何跟离婚有关的一切东西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牛振声有今天也全都是因为有你，知道吗？你说你为了我，那好，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了，名车、名表、钻石、皮草我都不要了，你是不是就可以把公司关了，好好跟我过日子呢？斯蒂文，你知道吗？你根本就做不到。不要说为了我。我可以很自信地告诉你，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。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说你可以不要什么豪宅、名车、钻石、皮草，真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得很。失去这些物质基础之后，你会变成什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会变成一个连你自己都不了解你自己的人。那更好。我特别讨厌现在的我。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啊，你离开我之后你怎么生活？你住哪？穿什么？吃什么？你下半辈子怎么过？这些你都想过没有？李姨，我知道你是个很单纯的。大学毕业之后你就嫁给了我，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复杂，你一直生活在一个象牙塔里，而且你从来都没有走出去过。为了给你营造这个象牙塔，我付出了我的一切，因为我知道在象牙塔之外的女人，她们都是遍体鳞伤，我不想你变成那样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别跟我说象牙塔，你知道吗？那对我来说就像监狱一样，太可怕了！我真的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。OK， 今天这事儿咱们就不谈了。反正我该说的也都说了，听得进听不进那是你的事儿。总之这个婚我不离。因为我知道，即使离婚之后，我一个大男人无所谓，怎么着都行。可是一个女人最赔不起的是什么？青春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韩依依何尝不知道，自己在这七年的婚姻中失去的是什么？可是他还能怎么办呢？但凡有另一条出路，他韩依依也绝不会选择离婚的。彤彤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接受公司的调令回到中国？我不想知道。那你记不记得我上次对你说过的话？我当然记得了。我还记得春节的时候，我苦苦的等着一个人，等他回来陪我回家过新年。可是我等来的呢，是一张结婚请柬。多多，我知道你为这个事情还恨着我，我会等你原谅我的那一天。我不恨你，我就想要一个清静。上次我回来，你告诉我你心里没有我了，我很理解。你说你爱上别人了，我觉得很正常，但是你要跟他在一起，跟那个许飞，我就看不下去了。请问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跟许飞在一起了？你就别瞒我了，刚才吃饭的时候许飞那个眼神差点没把我噎死。多多，你知道田惠子家里是什么背景吗？董事的女儿。许飞为什么要跟她在一起？许飞她就是个吃软饭的，你跟她在一起有什么值得的？马总监什么时候喜欢在别人背后说三道四了？再说了，许飞什么样，用得着你来评论吗？行，钱多多，
我马文在你面前不是什么总监，我是一个对你有感情的人，我是一个愿意为你从新加坡回到中国的人，我才是那个最适合你的人。我是设计部的一个小设计师，您是市场部的总监，我们不是一个部门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我凭什么要接您的电话呀？设计部发布会通告有问题，快到我的办公室来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任志强他们负责的，您去找他吧。你和马文现在怎么样？这属于您的管辖范围吗？公司规定同事不能有恋爱关系。那您跟田惠子呢？容我提醒您一句，您跟惠子小姐马上要订婚了。你不要岔开话题，我现在是在跟你谈马文的事情。多多，多，喂。成果，来嘛，您请坐。阿姨呢？阿姨今天放假，我来为你露手。来 ，cheers。惠子，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可是我们马上就要订婚了。我知道。我当然知道，我们就快要订婚了。那好，不喝酒，来尝尝我的手艺。我自己来。你放的是糖吧？我真是个笨蛋，连饭都做不好。算了，还是出去吃吧。哎，小飞哥，小飞哥，那小飞哥请客哦。各位，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落实下秋冬季产品线的两种风格定位。任经理，你把你负责那一块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好，我先讲一下我所负责的男士秋冬产品系列。那么这一季的男士秋冬产品呢，分三个层面。第一层面是以休闲和商务产品为主，面料呢从欧洲进口，国内加工。田经理，你对任经理的介绍有什么看法？钱经理，钱经理。哦，钱经理，总监问你对任经理秋冬男装设计有什么意见？对不起，我刚才没听清，麻烦您再说一次行吗？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，我有车。不是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，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许飞？我心里想着谁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你就别骗我了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马文，咱们已经分手了，我的私事儿不需要你来过问吧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重新追求你，想让你再回到新加坡，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。你以为公司是你一个人开的吗？你想说让我回到新加坡就回到新加坡吗？我告诉你马文，
我已经三十了，我不需要甜言蜜语。那我实话实说好吗？我这次回来是暂调，而且我非常有可能回去，会升为副总。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回去。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儿吗？你太以自我为中心了。我是人，不是东西。你想让我回新加坡，我就要跟你回去。你忘记我的时候，想跟别人结婚的时候，你可以把我一脚踢开。我告诉你，马文，我也有我的感受。多多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之前都是我错了，我改过还不行吗？我只是希望你幸福。我的幸福不需要你来操心，不需要我来关心。那么你跟谁能幸福呢？许飞吗？你跟他在一起是不可能幸福的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跟田惠子订婚吗？因为他全靠田惠子家里的钱去拯救他们家破产的企业。说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吗？现在许家全靠这桩商业婚姻撑着呢。给你说有什么用啊？你有钱吗？你能救他吗？你对他来说没有价值，可是田惠子她有，你跟他之间是没有希望的。多多，请你想想我们之间，我们在一起过，幸福过，分手过，我们之间才是经得起考验的爱情。我没有心情听你说这些。我请了很多韩国的朋友，你看好不好？你看着办吧。哎，这样吧，我把礼服穿给你看看。今天早晨啊，空运过来了。惠子，我今天真的很累，能明天再说吗？你也应该早点回去了。那我留下来陪你好不好？你回去吧，许飞，我们都已经要订婚了，你还不好意思啊？不是，我是真的很累了。明天再谈吧，好吗？你是要明天跟我谈，还是永远都不跟我谈啊？你今天看到钱多多的表情，你以为我感觉不到吗？你对他还有感情？你答应过我要跟他分手的，你是一个男人。不要言而无信啊！我真的已经尽力了。如果你还是觉得我没有做到的话，那现在就可以取消我们的婚约。你说什么？你答应过我的，你只爱我一个人，你的眼里应该只有我一个人啊！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我从来都没有答应过你什么。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忘不了钱多多。你早点休息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提起这个名字的。许飞，其实我就是希望你多看看我，多关心我，只爱我一个人，好不好？许飞，我好爱你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爱你。回去吧，许飞，许飞，多多，那个马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跟妈说说。没怎么回事啊，不就过年那张结婚请柬吗？他不说他没结婚吗？哎呀，这事儿说来话长了。
就是呢，他遇到一个25岁的大美女，是一舞蹈老师，一见钟情就展开了热烈的追求，俩人就闪婚。结果在婚礼当天呢，双方的家长打起来了，女方的家长二话没说就把新娘子蹬走了，婚就没结成呗。婚礼到一半都没结成啊，这年头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啊。所以说呀，妈，您就甭老催我了，这婚姻不是儿戏。哎呀，这回头想想呢，也不能怪他，人家才25啊，那整个就一个花骨朵的年纪，那在灯泡下面都会发光。那跳舞蹈的，那更得漂亮了，那一勾搭就勾搭走了。哎，我姑娘长得也不赖呀，啊。妈，我又怎么了？那我25岁的时候也是花骨朵一朵，那时候追我的人多了去了。是啊，就因为你在25岁的时候没有珍惜机会，你要是在25岁的时候就把自己嫁出去，至有今天吗？是啊，花开当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嘛。行了行了，你看你们俩，我就想踏踏实实看会儿电视儿，你们这一唱一和跟说相声似的。我呀，还是回屋工作去吧。工作工作，就知道工作，就是工作，把你给耽误了。天天就这点事儿。多多，喂，徐帆，是你在我们家楼下吗？你来干嘛呀？这样做对谁都不好，你都快订婚了。多多，我只是想见见你，一会儿就好。我是不会下去的，咱俩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还是赶紧走吧，省得我爸妈看见又该骂我。就这样吧。多多，
月儿，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有事出去了一下。有什么事儿啊？惠子啊，一直在给你打电话，我也打了几个，你为什么不接呀？我没有看到，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又不是我一个人着急，人家惠子都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，一直在问你回来没有，她怕你出事儿。妈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的事情我会处理。菲儿，你是要订婚的人了，说话做事啊，你要考虑未婚妻的感受，不能再像你单身的时候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知道吗？难道我每天在做些什么？我24小时都要跟他报备吗？哎，你，钱多多是受韩依依之托，去找牛振生签署离婚协议。韩依依知道，他已经没有面对牛振生的勇气了。是你，有事儿？当然是有事儿了。这是韩依依的离婚协议书，您要是看过同意的话，就麻烦签个字儿吧。好像这事儿应该他亲自来跟我谈吧。他亲自来？你认为他还敢来见你吗？你见了他，你就要打他？我告诉你，牛振生，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咨询过了。就算是您不签这个字儿，您对韩依依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家庭暴力，法律一样会支持她和你离婚。对，打她是我不对，但是夫妻之间吵架很正常，我只不过是当时一下子没控制着我自己，我还是很爱依依的。你不要说这些废话了好不好？还有意思吗？你已经伤害她了。你考虑一下吧。吃个午饭吧。我跟你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但是我对你是最有耐心的。谢谢，我不需要。刚才说要吃什么？随便你。好，随便。依啊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打你一天电话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我去找他了，我想离婚，他怎么都不同意。这种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。就你愿意去的，真的想好了？你和多多都这么忙，怎么好意思打扰你们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。看你样子一天没吃东西了吧？走，我先带你吃东西去。我什么都不想吃。叶老师，你说我怎么办呀？我想跟他离婚，摆脱现在的生活，我真的哪怕我净身出户，我都觉得没问题。我真的觉得我要崩溃了。阿姨。跑这儿诉苦来了是吧？他谁呀？你们俩什么关系？你是牛先生吧？你千万别误会啊！我是依依的大学老师，我叫叶明生。
大学老师呢？我的老婆凭什么找你来诉苦啊？啊，你凭什么来受苦？你听我说啊，这夫妻之间呢，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的说，好好的商量，总不能动手打老婆吧？那你谁呀？这是我家里的事，你管得着吗你？走，过去。你放手，牛振胜！告诉你，我要跟你离婚，哪怕上法院都无所谓。这个婚我离定了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跟我离婚，你一分钱也别想拿到。我倒是想看看，接下来怎么活。当叶明深终于亲眼目睹了韩依依的无奈之后，他决定接纳这个女人。他仔细想了想，生活也许并没有那么难，千难万难不过是心难，使你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，而是你鞋子里面的一粒沙子，仅此而已。哎，听说田惠子要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啊？她不是副总吗？去哪儿？结婚呗。这不跟市场部总监许飞俩人马上订婚，就是那帅哥。哎呦喂，整个公司最帅的单身汉也要结婚了，你说我这上班还有什么奔头啊？我说你醒醒行不行？人家田惠子这什么身价，跟他结婚少说奋斗十几年。再说了，现在这社会俩人长得好就是资本，你行吗？没劲，我是不相信什么爱情。真逃跑啊！咱们公司有规定，高级经理有出国培训的流程。以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，不过现在我想出去看一看。那你让我怎么办？签证就好了，交接工作我都已经做完了。我马文为了你从新加坡到中国来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是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要离开。是因为许飞和田惠子订婚了，这是请柬，我想你应该收到了。我有了，但是我要纠正你一下，我拒绝你，不是因为他们订婚了，是因为我们之间真的都已经过去了，没有爱了。爱，钱多多，你跟我说爱，你多大了？你还18岁吗？爱对于婚姻来说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两个适合的人能够在一起，你懂不懂？如果换做两个月之前，我会赞同你说的话。不过现在我觉得，我将来的婚姻一定要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。如果能将就，我干嘛还等到现在呀？我这一路上走过来挺好的，如果没有遇到对的人，继续这样走下去，我也没有问题。多多，请你帮我签个字儿吧。就这样吧，
祝你幸福。我回去拿点东西。公司里有点事。这个点了。对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分手了，我知道，我根本不敢来这儿。那你为什么还来？我明明知道不该来这里的，可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。我想看到你，我想抱抱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就算是几秒钟也好。知道这让你很为难，可我不想看见你。可是我忍不住，朵朵，我只要一想到你，我的心就像被人扯出来扔在了地上，一脚一脚踩过去，我彻夜失眠。你知道吗？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那熟悉的身影就在我面前。请你不要这样，我已经答应我妈妈要分手。再说你已经要订婚了，你未婚妻是田惠子，不是我。朵朵，我那是逼不得已的。爸，我当然明白了，你需要田惠子，你的公司、你的家庭一样需要她，同样她还需要你，这就是现实。你们两个真的很般配。对，你说的对极了。我只希望你能明白一点，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幸福，实现自己的梦想，看到你每天都快乐。谢谢你，我一定会过得很好。只要你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我相信会更好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不要再来了。想说的和想表达什么？
你有爱过爸妈，真的珍惜过吗？哪怕所以去望眼就赶快吧，除了那句话，除了放松那句话，想满怀的心里除了那句话，你让我去相信相信你会牵手，你的泪在颤抖，你却不想再回头，你的爱是未接受，约定就这样吧。这样。